好的，目前来看的话，配茶菜也是稳定住了自己的状态，开始更加认真的对待我们的魏子欣了。感觉之前是有点轻敌啊，不得不说配茶菜这个抗击打能力是绝对够用的，面对这种连续进攻。
好的，那么这场比赛正式结束。不出所料啊，魏子清获胜。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